美国政府应当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，而不是进行所谓暂时放宽的政治表演。美国持续多年对叙利亚实施军事干预和非法单边制裁，严重加剧叙利亚经济民生危机，极大削弱了叙利亚政府应对灾害的能力。地震发生后，美国单边制裁直接阻碍了叙利亚72小时黄金救援，令当地的灾情雪上加霜。 正如叙利亚人士所言，美国眼中只有政治，没有人道主义。我们敦促美国政府放下地缘政治算计，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非法单边制裁，停止人为制造人道主义灾难。